为着要来扩大特殊教育服务的对象，发挥特教的专业，打造实行典型的多元舞台，协助身心障碍学生，会当发挥因的潜能来融入的社会。原本国立嘉义启智学校伫咧一号，是正式来改名成为国立嘉义特殊教育学校，在今日举行着新校名的告白。开播为云嘉南地区专业特殊教育来开启全新的一页。嘉义启智学校将改名为国立嘉义特殊教育学校。今仔日甲无典礼，由嘉义市长洪炳辉、校长柯碧云以及贵宾为新校名揭开。现在学校服务范畴不再限于智能障碍，却够延伸到视觉、听觉、情绪、肢体以及多重障碍各类型的特殊学生。标签化、零拒绝，扩大我们服务的对象，每一位中重度的身心障碍、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未来我们的服务会更多元、更适性。嘉义市长洪炳辉表示，家己成立二十年，是云嘉南地区身心障碍囡仔甲家庭上重要的外壳。今仔日改名为国立嘉义特殊教育学校之后，将发挥更大能量，服务更加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学，也延续创校之初，以父亲省议员黄永钦先生四界走诵沟通，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嘉义启智学校才会当顺利丢失。我想他的成立是要为弱势的孩子，为许多当时是为了智能障碍的孩子来成立的，但是经由少子化，还有整个我们的一个潮流的改变，现在已经在收容的更多的可以收了更多的像不同的障别，像有视障、听障、情绪障碍种种不同障别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最好的资源。所以一个教育其实是需要长久的努力。今天他特别来更名，这也表示我们在这里这个启智学校已经转换为特殊教育学校。国教署将启智、启聪等学校改名为特殊教育学校。正式改名了后，国立嘉义特殊教育学校将肩负起云嘉南地区障碍学生甲家庭上专业的特殊教育服务。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